好，漂亮。好，讲吧。在我们西南半岛，西南半岛有没有看到那几个标识点？我们开始点在东边的那个 Bahia San Jolado 的那个海湾上岸。然后我们上岸之后要突袭那个 Otego 的那个城镇，是敌方的大本营。是北约联合军，有美军以及德军步兵以及美军装甲。那个目标点的部分是我们要拯救了总统的女儿，先被绑在那里。对，又是总统的女儿，普丁他女儿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你装大了。我们最后撤离点在南方的 Golfo de Dolores， 对，那个港口那边进行撤离。好 ，Question， 敌军的势力到哪里？对，敌军控制区。整个西南半岛都是他们的控制区、啊、那个中间那个城镇目前隔了一座河州，是西南半都是他们的。我们怎么过去？我们的话预计是空降过去，但是我们已经空降好了，直接在那边集合、啊、空降这两排。对，为了避免出现更多意外，然后也加上我们的飞机没办法装那么多台车子，对，我们已经空降。敌方会有空中优势吗？敌方目前都空降了，应该没有吧？对。好，所以期望值最大火力一点的，跟我们有同等级的。哦，这我们就可以被找人来。AD 要多大啊，各位？操！大家，我要先去忙一些事情，我队长先给。队长，你自己点一个。那个可以叫撤退是吧？啊？可以叫撤退是那个。因为其他地方都很可怕。哦，我会选择那边上路，代表那个 Gelato 那边交接一次，你们不会受到攻击，但是一战区中的安全区，所以我们才能从那边上来。要不然我们先到现地再了解一下好了。好了，那148车子那个、欸、豆腐帮我放两顶头盔啊，帮我放两顶你那个好钢盔。好了，那 Darren 你那边指定指名是谁？ Keroro。 那 Keroro 有带148吗？没有，我可以从他自己上了。没有啊，他不会死啊，他只是 AFK。哦。然后、另外一队是雷将。Yep。喂。连他不会死吧？这里放好了。啊，我们有旗杆吗？他竟然不会死。我们有旗杆吗？那我先把东西放过去。他怎么不会死台？你拿这是卡98哎、欸。他怎么还不会死？他不会死的。Die already， 他怎么不会死啊？有拉走啊！我勾起了一些很有趣的回忆。我刚刚听到兔子说他们等级跟我们一样，那如果我们把所有人的衣服都脱光，他们会跟我们一样吗？没有，他们等级一样会维持。如果我们把枪跟装备全部脱掉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群裸男在打架。这画面太美，不忍直视。啊，阿奇，阿奇刚不是进来？你过去的吗？你关心给我，米奇。要不然豆腐，如果阿奇没进来，要不然你跟我跟狗子开 PVP 啊？我不 hear you， 什么规则？阿奇，好啊，阿尼米，然后头盔来不及，蛮屌的。反正头盔不小心掉了。兔子，我可以询问吗？有啊，我在等你。那个，跟我跟 Ghost 开 BMP 还是你要？我们要拯救的对象，他会在精确的目标位置吗？那我们单干啊！对，他不在头。单干啊，因为感觉是战斗啊，战斗。可以啊，可以传啊。是可以。好，那你先，你们其他人都先传过去。我刚刚走了。豆腐，你可以先过去。哎，小队长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那个要拯救的总统女儿会完完整整待在清真寺那个 safe house 吗？没错，好，那个健身是红茶，因为好背，那个最好给我长得很正，那个长得很正，就是合起来啊。豆腐有一点强迫症，对吧？
AK 射弹夹，他说他希望一定要三个人。那如果我们这样，就给我一个 AI 弹杆子，是等等射人的任务就靠你们了。定的那种支援火。阿奇，有无线电问题。我在想，如果你现场，没事。那所以你们 AD 手如果没有辐射手的话，就尽量拿多一点。我可以当 Kevin 的观测员，我跟他一起。靠背。然后那个 Maker。哎上便皮，然后背包后面背着三个 RPG， 对，有人说那这样我就跟豆腐同一组了。你要亲自来，那当然可以。自动搜索步枪兵的，我现在是那个车顶枪，车顶枪，哎，丢车上，丢车上，不要丢在地板。车上放不下，放得下，总放不下。车顶机枪手，应该其中一个放得下吧？这两台车，放得下，来放这里，放这里。这样我就加掉了。这是女仆呼叫雷，有收到吗？有收到。哎，请问一下枪榴弹的使用准则。眼皮啊，是机炮的。我当炮手了。大明，可以帮我叫一下大明。是小魔啊，还在摸。大明你在吗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对，我刚刚在等我一下哦。这一次女仆呼叫鲁拉有收到吗？这一次女仆呼叫鲁拉有收到吗？哎、欸，我可以帮你呼叫汤米，你要叫汤米干嘛？没有，我们两个人刚才讲了一下。好，这是你呼叫雷，请问等一下，我可以用枪榴弹攻击城镇弄内的敌人，但我不攻击行政指挥吗？我这边说明一下猎物使用准则，等一下。远程射击类的，像 RPG 枪榴弹的，进入到城镇之后就不要使用，除非有敌方装甲。然后手榴弹类的，进入到那个清真寺范围的时候就不要使用了。收到，哎、欸，枪榴弹一样，清真寺不要使用吗？还是整个枪榴弹已经城镇就不要用了？ OK。我不能砸枪。然后等一下，如果我倒下的话，麻烦女仆接手。这是女仆收到。鲁拉，你有什么指示吗？稍等，我还在研究地图，有点困扰。那我在这个位置哦。对，怎么拔枪啊？哎、欸，鲁拉，你现在位置在哪？我去找你。对，怎么拔枪啊？在位分外。铁笼笼。啊，位分外。这位置是可以。拿枪了。这是女仆呼叫鲁拉。你呀给。没办法、欸，但有些位置可以、啊。我能提供建议吗？我能提供建议吗？为什么不行？东方的东方，我标记一个红色建筑物，应该会是大使馆。哦，我这个我知道，只是有东边是滴滴。东边是滴滴。对。我意思是我没有办法把握大使馆周围。救人的意思吗？我会马上救敌人。我知道啊，不过步兵可以先为战车开路。好意，这我提供给你我的建议而已，就这样。啊，小欧，小欧公爷在吗？怎样怎样？我在，怎么了？阿瓦山啊？可以啊。你比电玩更阿瓦山。刚刚那个惊叹号是什么意思？我可能要漏掉。等下玩到一半，特别讲，但就是敌方可能有重兵驻扎的区块。那、啊、你们明天不是假日吗？他不让你们玩通宵。可以啊，可以玩通宵。那为什么要收起来？我说我笔电会烧起来。哦。其实有可能会有比较多装甲的地方。老爷，我等你破关。
现在我两只小队班长各自是谁在工位？不好意思 ，Kerolo 跟谁？我是海江。Kerolo， 你先帮我顶一下，有没有小队有几根自动步枪跟 AT？ Kerolo 这边有一支 AT， 两个那个自动步枪。那雷将，我统计一下，那个 AT 跟机关枪，机关枪帮我报了一下数。Hello， 看起来就没有哎。我是劝，我是机枪。Kevin， 方坦克，一挺机枪，一挺 AT。这样，你现在小队几个人？九员，我两一挺机枪，一挺 AT。那有含有包含汤米吗？有正确。好了解。啊、思维你又要折脱。所以我汤米等一下会被你调走。折脱出来，高兴还是怎样？对，看我的枪。妈，你折脱，你等下打的是起飞。啊，你看我弹夹，帅吧？啊、那要不要直接给你，然后我自己再重新调牌？不要不要给我，我是假成，对、啊，没有用。对、啊，现在只要把房子盖起来。接话录像。对。那个洞先我们过来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把 Kilo 的小队放在 Face 广场。然后把上层下拆掉，改成武装个八倍。你们会在那边挖掘阵地。对，你们看得到的目标开火，不要武器掉那些。装个掩护吧。OK。那同时你们会制造一个空窗。那能够让我BMP 载着 Kerolo 的小队，跟着带着雷将的小队前往红色一号的大使馆，在大使馆建立一个我们的类似一个立足点，我们两边再从两个方向逐渐的去清理整个城区，直到我们找到 HPT 为止。我确认叫我收在 A1 那边左边吗？一或二，但我觉得应该二才看得到程序。反正你当下你自己决定。这样指挥权可以交还给那个达伦了吗？他确定回来了就可以。对啊，他说 TP 回来。你等一下再讲一次我们的计划，我就不要重复。OK。那个Kerolo 小队可以下车，先对 FP2 往南边了解一下。上 FP2 吗？没错，上去，然后不要高姿态。一直太去正常。我们开扩音的时候听不到卢拉的声音，知道吗？我听得很清楚哎。我切扩音我就听不到，超奇怪的。哦，听不到。会不会它的频率跟扩音一样？我刚才还在扯卤蛋吗？走。哎，打龙。那你背包就是有。然后我这边有发现一些敌方的步兵，那交货原则是先等 Kerolo 的小队都到位。哇你好了，算了，自由开火。啊，等一下，豆腐跟 Kerolo 你们彼此都有意识吧？你们直接靠意识吧联络，哪边需要支援比较多？撤了。减不了了。哦。OK， 我们接下来会冲到那个红色一号点 Face A 的区域，那边是一个大使馆，我会建立警防线。等下下车之后。麻烦由红组带头扫荡那个大使馆内部。那光是精确的射手，你可以自由行动。那如果说你不自由行动，就尽量跟着我们。你得要救人。再提醒。可以将我们的颜色保掉。没关系，你们记得什么颜色再保掉完就。来自的。可以叫我跟着你吗？可以，有没有人叫下车吗？
留下车占领大使馆。占领大使馆，下车下车，红组带头推进。Go go go！ Kevin Kevin 跟着我。我在。OK， 我们跟在他们后面。Kevin， 你帮我看西北侧，我们掩护他们的侧翼跟后方。Kevin， 你可能要接着从这一级雷击，或跳下去。我在三方位的塔下面发现一辆敌方的战车。明白，有办法击飞他。他直落额头上方，然后还有上面的机长就被打。打我们！但请问你有看到怪队吗？我这边被压制，我一定拿下面。感觉城区有种不得了，我军有枪。这也太像了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Kevin 跟着我，注意二楼，注意二楼，要上去了。掩护他们二楼。我看他们有带走。你在旁边。掉下来。OK。我在看。好 ，Kevin 跟我。太帅了！南瓜你 OK 吗？南瓜 OK。Kevin 上顶楼。右边有尸体哦。我要看左侧哦，帮我看右侧。Go。Nice。安全安全。都回来了。右侧安全。这是女仆叫雷，那个大使馆入侵。明白，现在已经闭起来，要点圈进行准备，然后点一下张哥。Kilo， 你们帮我优先找到敌人的僵车跟 AT 卷的位置上。这是绿主呼叫雷，绿主 OK， 可以继续作战。了解，收到，这边大使馆已占领。来，那个 Kevin， 帮我上屋顶，搜索敌人甲车，然后进行摧毁。Kevin， 我这边有带测距仪，你等我一下。他们说敌军甲车的位置，我看看。请问一下 K， 请问一下战车的大致位置有知道在哪里吗？可以在我们的西面。收到。我刚才说了，在我们的南面，西南面。从我这边看的点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不要动哦。不要动哦！185公尺，清空。这是女仆叫雷，那个正在跟战车交战中，敌方 APS 系统发出，清空。等一下，我需要你，我的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他射完，等他射完。刚刚的位置是准确的。OK， 我会向右去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清空。趴下。这边女仆呼叫雷有收到？有收到。我们遭到敌军战车的压制，现在没办法找位置做射击。敌方从西南侧开始往左后进攻。小姐，转移到。收到。Kevin，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等我一下。小兵，帮我在安全的地方下去执行他的伤势。收到。就这样。我需要一下。一样距离185。一样距离185，清空。没错。
OK， 转移位置，转移位置，跟着我来。A D 都没办法解决。这一次。走了。你知道标出来，然后引到豆腐打。需要医疗的寒冰。收到，这是绿组，我会尝试把它标记起来。稍等我一下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去那边那个地上过来的人，好，我们刚变 P， 好像是一个飞机。对对。那小队回到我们小卫生队的。接过，接过。明白，看能不能使用，不可以的话再上。上面玩。明白，先上，先上，然后就想不到，再下去。然后，高手就想先塔下。标记，标记了，标记了。Kevin， 把火箭筒收起来，我们转移位置。但不要太接近，让他做当初叫他回来，退回来给你医疗。这是绿组超松。这是绿组，我们会往建筑物的东南侧尝试从石头区域朝他们射击。哦，这是医疗吗？我在那个楼梯口这边建立那个医疗站。对，收到。是测试回报，是被测评。干部，请问你身上有维修包吗？有，身上有维修包。啊，需要借用一下。头端低，头端低。啊，干部，可以请你们帮我维修那个麦德雷吗？哦，他炸了，他炸了。AD， 东方的撤退，撤退。坦克追尾。第二发被他射到，这一次确认那个敌方坦克确认追尾。哎、欸，刚不是我们做的。叫 Kelolo， 不好意思，不用布莱德雷了。你们现在有办法进 F 区 ？Kevin， 你现在伤势是好的吗？好的，好的。刚那个医疗不好。哎，怪，赶快，我们车辆瘫痪了，赶快去把弹药拿下来。各通告各小队员，爆裂物跟使用更新，除了新增四以外都可以使用。现在这是绿组超收。现在我不知道。现在上车支援西北车平原。明白，你帮我评估一下，帮我转到西北车支援火力。收到。应该不行。好，我了解的情况。看一下哪里有密集的敌人哦。没讲话。我现在可以穿到地图的角落，然后我再黑上你。你是高哪里啊？收到了。有怪猫走失。你在打哪边？没有，我在攻击战车附近的伤害。我飞走了。为什么你会飞走啦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是警察，我现在跟潜艇一样。接到你哦，我们维持在大使馆持续对城内施压。了解，持续在。OK， Kevin， 你先帮我待在这边，我要去，我绕一下其他地方。没有，我射击了枪弹位置，我打中他了。好，我拿来大懂烟。有看到那个烟尘附近吗？对，没错没错，就是那个位置。你们要过这个附近，你要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人渣！我干，我们这把枪没子弹了，子弹没用了。哎，你的折脱 AK 呢？你不是在那边说他很屌？对啊。你刚一听见打的是那个。
那个爆炸是我们的人还是他们？还是他们？不知道，但我看，我这比较注重操作，你回家打声，你要打声一点。西侧，西侧。给罗罗，给罗罗，注意 MP2 的位置有点近距离。就是把它炸在那个人身上。机车树林内，中弹。对，来，走了，什么鬼？什么鬼都看不到，到底是大小？机车那些尸体啊，有一些在动。了解，那个留他们一个留守，可以帮我转来西侧跟西北侧。中。啊，靠背，我没弹药。拿一下我的弹药。我拉呼叫 Darren 尝试往 F1 直接进去。收到。啊，干！我的弹药在那边。好。就雷教你们 A 区的状况啊，在我们 A 区的 西北面是具有敌人交火，西南面没有了。了解，那帮我进 Bravo， 推进到 Bravo 吗？哎，没错。你在那个方位？对，收到，我这边都整队。260。小队听到我这边。接下来要推进到 Bubble， 蓝光帮我留守这边，进行火力压制，等等我们进入 Bubble 之后再跟上。那其他人帮我以红组为带头，开始往楼下移动。有需要医疗的，现在回报，给予一分钟。是谁？那我们看你们都没带头盔。友军，友军。如果有那个十个跑进城的，对，你没带头盔，我看到，我不知道什么。捡一下别人的。不要捡敌军的哦，你会被干爆。啊，火箭炮哎、欸，没有友军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最近大家都不太怎么死，除了你。Kevin， 我们靠南侧，靠南侧，掩护南侧。出发了吗？还没，我们这边整队。我是忘记带。我枪榴弹都在车上，我射完了，我现在只剩烟雾。好吗？我车上还有70发。刚前往 FP1， 哎不点。雷往哪个方向走？我在想，因为这边都很空旷，是靠。安全的地方会是北边的 F1、F2、F3。北边的 F1、F2。需要医疗的吗？只是那边怕会遭到友军射击啦，看。那个红组，帮我从西南面绕出去。从西南面的门口绕出去，西南面的火力比较小。那个倩，走吧，南边。哦。亚夫，你要先拿子弹吗？拿什么子弹？我子弹在北面身上啊，我不用拿，就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哦。哎，我们现在出发吗？这里可以喝一口哎。可以出发，可以出发。那我们往哪个方向？由西南面迂回往 B 区域的那个东南面。OK。完。敌军射枪榴弹哦，所有人散开一点 ，Kevin 散开一点，往南侧散。
这里是 Darren， 我们到 F1 保姐，让你们的布拉德雷控制威朋友。对，再看有机会就直接过马路。再说一次，拜德雷做什么？收。控制 Waypoint 二，红色 Waypoint 二，我标在 T 字路口。收到。雷将，请问现在位置？现在由 A1 转移到 B 区域中。了解。Kevin， 我们掩护西南侧，西南侧。你 OK 就好。这西北侧好像有敌人，然后状况 OK。OK。等一等，主要注意那史崔克从206方向进来，然后跟 Darren 那边。Darren 那边还有一台 Bright 的，他们应该可以。这三组正在进行 B 区的扫荡。走，这里，这里 ，Kevin 这里。我看一下右边，我们先肃清这间的 ，Kevin。我那边超小，我开右边门，我开左边的。开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安全。有人知道对我们射击是什么东西吗？不知道。没有看到敌人一个，看起来像步兵啊。让我们进去，红组先进去我们右手边的房子哦。不要上去，了解收到。不要上去会被打。帮营销组回单位，开门过来。去肃清这个没肃清的房间，进去就好。一条 B， 一条 B， 南边的那个高档。没，我们在我们的东南边地下三零。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，不要出去。RPG 先掏出来，预备。这里是不回报确认到，两台史崔克，两台史崔克东南侧 A1 点道路上，我现在标记。这是三组 B1 FPG A 中间道路上有演讲的，有史崔克吗？不过我们 AP 找完了。STX2 精确位置 ，STX2 精确位置，距离大概就50到70公尺，70公尺。哦，你哦，先回来，先往飙射，飙射，就70公尺。我燃烧弹丢一颗看看。Cendria， 不知道会不会丢到？他子弹开过去，我没办法救。妈的！这是女仆仆叫雷，那个 STW 正确位置。北北在楼上吗？头不要抬起来 ，OK 吗？哪里有一台鼠标 ？Darren， 你们有能力保一口气。A 跟 B 今天道路刚才有一台鼠标机会了，好像。我标记了，标记了 ，STX2 两台。两台是没有正确位置。目前在鼠区，没办法。哎，我开始往你们移动。会不会很危险？你刚刚说中间有史崔克。想冒一下。房主回报，我这边这里那个大房子兵舍60公尺，那个最上面的十字线是50公尺，瞄准先用那个瞄。你站起来准备就直接射，清空，射第一台。我不知道你要的第一台，但我打中了。好了，看一下，没有在动。
就应该爬。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他在动。在。第一发命中但无效。要我转移位置试射第二发吗？你要尝试看看吗？我可以绕，从西侧绕过去。西侧不行了，西南边开始有敌人飞过来。那东北。东北有点不如在他的射线下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好啊。Kevin， 这里。那个这边是蓝光，我叫雷。那个道路上那个 SD 叉中间两台，刚才战争跟我说他们打过。都解决掉了吗？他们说我们打过了，然后我们现在会从 SD 叉中那边往。了解，帮我往 Echo 区移动，找到目标。你要过来是吗？好，你想办法过来。火力太强，就是躲起来。我们大使馆那边有任何友军吗？没有跳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使馆那个是蓝光。还有弹药吗？所以大使馆上面的就是有。还有两发。先装填。他背包里的还有两发。在打，好像在打。后面还有一台，第一台确认爆掉了。刚有泰格的确认好。南面第二台看不出来，先守这个位置。第二台看不出来吗？对，像那个204方位。不然你在那边等我。不对，几辆对面。我那个第二台就在他后面而已。他的炮塔没有在动了，应该是被歼灭了。我可以去丢燃烧弹。第一台确认完全摧毁，第二台是空车状态。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。没有，你在后面有。有人往 Echo 区移动，你们的目标接近清真寺，我占领它。好的。鲁亮叫林家的吗？好，林家。看他妈我好准哦！哈哈哈哈哈。占领全都发的。对，我两发都打。从西南边。没有。第一有一发我没看到，但我确定其中一发都爆掉了。Stake 已经摧毁。快跑快跑快跑！其他都这里 ，Kevin， 你不要理他了，他们两台都爆。这一次绿组确认 ST x Two 的位置，车辆全部被爆掉了，可以。哎，能收到。这里。西南侧有敌。点五，你在打我们。我要观测一下，前面倒拉进来，我爆炸，这是绿组有医疗兵吗？哦，在红组蓝组这个建物，在第三的建物，我在爆炸，不要跑，你也帮自己爆一下，我去看一下射击来源。子弹快没了，先不要动。切，你快没子弹了。哦，你还有多少？对，放进去用斯威克。收一下。OK， 好。然后政府有办法解决他吗？这边是红土刺猬，我们走第一枪手，在最后一家。好，医疗兵吗？枪手是最后一家。肖恩，肖恩，对，像神的一样。肖恩，你在吗？如果机枪打完，他可以打敌人的武器吗？一楼楼梯口需要医疗兵。Kevin， 你待在这边，待在楼梯底下。没有，你帮我待在楼梯底下，我叫医疗兵过来。来了，哎，这边帮忙医疗。这有确认到那个区域南面的敌人贾特吗？直接跑射程的话，那都没有看到。为什么你不？我在这边建射程这组却没有攀跑。然后解兵皮被瘫痪。我没有攀跑。然后内战，我希望你们尽可能往下。稍微定义建，我帮你看一下。那个，这里是对面，我们的拜德雷爆掉了。好。被什么东西击毁的？你有看到吗？因为我看 S 一他攀爬是躺就飞，可是我想看他都没。我问一下，解鲁道夫叫雷将。使用动作三跟四才是。使用动作三跟四。请你完查理之后帮我卡住那个。是定义控制的，使用动作三跟四才是那个攀爬键。有两个掰啊。你
剩两发而已。往南道路是枪林的西面。等一下碰到车子再整补，没有碰到就算。没错。我比较好奇是车子。然后你们有多的医疗兵吗？只有一位而已。了解。哦，医疗组回报都医疗完毕了。而且我接过去的命令，我然后推往西点，然后住宿在那边。其他人做了一次准备，然后确认一下自己都没伤之后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有吗？我还是受重伤。那个，你先走。现在是多少？这边医疗都差不多了。先走吗？刚刚就是在过这边的时候被射烂。我们一口点直接出现了，还那个布莱德。可是方向是南侧。对对，南侧南侧。这次换导弹了，对。好的，不够快，走。对。没办法、啊，一样掩护他们后侧跟后面跟侧翼。这是三组，这边准备执行西区域推进计划，第二组要支援。好的，刘伟这边碰到甲车，也不带 AT 去支援他，地上捡还是身上最有的都可以，反正搞出来 AT 解决他就对。沿甲车位置，大概在 Echo 三的主要道路。Kevin， 那个确认一下地图 ，Echo 3在我们左上角牺牲室的位置，那边可能会跟敌军装甲接，跟我来吧。Echo 3哦，你说红色圈圈那个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个平板怎么用？我看学一下。到了。我重复一次，我们现在以蓝组带头推往西区域。我看到他，然后绿组等一下到达西区两百公尺，主动帮我往北面出击，我知道，带红组往北两百公尺。后撤，两百公尺。如果到二楼嘞，到二楼嘞 ，Kevin。南面南面。南光，西方车辆正西方约300到500公尺。Kevin， 如果是到那个位置了，等我一下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跟我来。要到高塔上面了。没有没有，到高塔这里。敌车辆没有大炮，它是点五营机枪的。哎、欸，那个就是到最。好，先到这里有，先到这里有。三烟雾出现敌。不要动哦，不要动。那我们东南侧出现敌区。看到吗？小队注意，小队注意，退回中央兵舍，退回中央兵舍。看得到，一样两百公尺。好，在你站上去，然后有一个被树挡住的地方。我看见了。清空，可能会碰到自己，我会救你。清空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受了一点内伤。好，帮自己包扎。可以确定的是有自重。我们这边推自重，然后到敌方甲车位于我们的西面，正在强制排除中。这一次绿组我们排除了，笑了，然后拦截掉两个。有自重，但是效果不知道怎样。有爆掉了，爆掉了。了解。这一次绿组呼叫雷，收到吗？有收到。我们用 RPG 击毁一台死崔克。啊！刚刚压制我们西侧那台确认摧毁掉了。这还有一台。还有吗？知道，因为我打完再一次，再从后面方向推进。还是说电池？他在玩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要。我那边只看到一台而已，应该就只有那一台。OK， 我们下山走吧。对，是戴瑞尔，我们决定先暂时守在 Echo 树顶。我现在身上 Echo 受伤，没有办法。你还有受伤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没办法，敌人在 Echo 三那边火力太凶的话，那就比较绕路。真的没有受伤。了解。有没有办法把敌人敏捷的地方不要讲出来？哦，我会朝那个 ERA 假车假。绿组南面有假车。ERA 敌人大概就是 ERA 那个方向那个位置。了解。原本拿在地板的。不
女仆倒地，女仆倒地。完了，把他拖进来，把他拖进来。关厕所。这一次二号刚被 AD 军攻击，可是没有事，我会换个位置，从厕所出去。我找不到那个拖拉键，靠哟。豆腐，你直接往下开到城区好了，对面有 AD 军。你的 APS 不是无敌的。在在区在哪？他躲起来了。那边推到你的假的大地，推进右道路过去了。蓝面哦。Kevin， 先找掩体。好。希望我们先离开这个位置，不危险，太危险了。走啊走啊走，换选手。Kevin， 我们被烟雾盖住了，就不用去探头了。我们等一下从北边绕一圈过去。OK。Tommy，北边那个。往北边转的过去吗 ？OK， 女仆 OK 了。好，感谢 Kevin 跟我来。现在北边那个车辆是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女仆那个追卡好像是 DX2 了。你说他转移到哪个位置？他好像进入到 SDX2 了。SDX2 哪个位置？你帮我看一下。ST 叉 Q 哦，他说我们一开始击毁那个地方，来跟我来。Tommy Grisby， 你们看，帮我探看北面的路好不好走？那距离一样，应该是50到70。我去帮你吸引攻击，你先过来，我先确定位置。没有，只有敌军步兵在南侧，间歇站。罗丁，这一次女仆呼叫雷，那个没有发现到敌军新的史崔克的位置。ST2 那两辆是旧的两辆。再尝试一次，就拿下清真寺。收到，收到。那我回到下这一站，北边没有。叫雷长把你的位置标记出来。那我请问无线电塔上面的位置？有一个机枪兵边开枪边冲过来，边装子弹。三组位于 RRR 点，没有动，应该在。好，回来。OK， 后退，你先后退再移动。你北面好走吗 ？My God！ 我一想，北面没有道路可以支撑，从南面下去。丢一颗手弹下去哦 ，Freak out！ 这边唯一的出口是……那个雷将，那个我们这边多一个 Maker。可不是 Darren 那一组的吗 ？OK，Kevin，、okay, 你帮我先守在这边，我怕他从后旁边绕过来。看到了，是敌人的那个 Kevin， 这里，距离50到60左右，方位在东北侧山下，确认到就射击，这里再站上去，走上去，这边下面，然后直接射，他转过来，没有看到全部 ，B 三点东面50公尺处。看好 Kevin， 这一次绿组，叫雷有收到吗？有收到，你讲。我们摧毁掉那一台史崔克，他目前位置在 B1 跟 A3 点炸火，这边需要医疗兵。再见。要不叫雷将。上，收到你说。枪一声。往查理山移动吗？没错，我们在哪里？像那个红色叉叉点，红色叉叉点的建筑。那就这边就有一个方向可以下去，稍后。像有收到吗？红色叉叉点的建筑。收到了，看到了。
我在旁边了。好，感谢。这里是女仆回报绿鼠一人伤亡，我在跟医疗兵帮他急救中。附近的房子还没清哦，枪管漏出来。过来的人附近。很重，也很重吗？大量失血。确定。应该轻伤啊，轻伤。雷，跟你讲一下，那个火箭筒弹药我们都没了。没了。对。我们的弹药放在 BMP 上面，细的那一管上面。哎，帮我量一下，它有心跳吗？好，我现在看。我可以把它埋起来吗？我很好奇那个埋起来。OK， 不要再讲。对，队友，我们走了。走。我现在在刚刚心跳过快。11的中间那条。他有心跳。没有伤亡，我现在带一个小组过去了。等你。吗？没错。那个像女主收到吗？那个可以直接拉动 Kevin 吗？我可以，我可以把它买起来。还是像你再过一下就可以把 Kevin 弄起来了。差不多，快了。他说快了，快了。再给我15秒，如果还没起来，我把它背过去。要对人求你的心。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在我跟救生服在清那个，还是没关系，我背到一半，他可能会起来。真的是 OK 啊，也可以啊。其他人，好，手主要跟到，因为先过去，刚好一万吗 ？OK， 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开门，开门，走了，走了。了解，我们带队长的人过去替你们守住接口。我很好奇，那埋起来到底有什么效果？对不对？哎，收到，这样让你所有人上车。啊，弹药呢 ？Kevin 起来了 ，Kevin 起来了，医疗回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直接先稳定伤势，不要让他直接流血流到死，然后直接带过来那个 C区跟 B 3中间的道路。收到。不是，这样收到，我刚救援完一批，走了，刚起来正在往这边赶。好。没事。有军。哎，小队全部上车。我顺便补充一下弹药。先上车再。我知道。人哦，电梯王者吗？我有逼。那组全员上车可以走。这是窝单的那种，被人打二级打到不会死。那有空的话做一套医疗，被那个第五下打到。对，打到他的叮，我不在。呀，三人可以帮我做医疗。我现在都每个都很好。好，谢谢。欸，人质救出来了吗？还没。还没，这轮还没打进去。那就丢震撼弹喽。我要来这样新任务，这个 T 字路口给你们，不要确保南边不会有任何敌人在靠近。快点，小队下车。然后鲁拉夫叫 Darren， 你的所有人都在清真寺了吗？站开，固守这个路口，固守这个路口，朝南边防守。明白。如果可以进入，告诉我你在哪里就好。我叫雷将，那个豆腐在这边的。有要医疗的，我在这边哦。我把调过来。我现在释放满。不会摸到他。好，那豆腐你跟雷将配合一下，反正守住那边就对。我守住你那边。啊，对，确保。Kevin 跟我来。去干扰。来了。好。里面可能三组不叫豆腐。哎，听说肃清一条道路，有人帮你看着你的屁股嘛，就是你的东面。我们尝试攻顶喽。我想先确认一下你的位置在哪里。Mark 位置给你。不用全部肃清，直接一路上顶喽。DRA 点。DRA 点收到。那我会到 ARN 点那边待命。等一下，然后麻烦警戒一下我的。大姐，你会在我们射程内。小队各自散开之后呢，我需要有一部分人帮我掩护那个东南面的敌人，尽量不要让步兵靠近我们的甲车。看到我们南面的甲车，就是我们要掩护的目标。那还是布莱德利吗？等一下，先不要射，你先蹲下。那台已经没有了，因为那个友军的车辆在旁边。
这一次绿组回报，我们在 KN 叉 1 KN 叉 1 的位置顶楼帮你们做掩护。嗯，收到。我这边位置可以看到主要道路，看到那个敌军史崔克从正南侧的城外靠近中。他往大北方移动，看好像对对对，我们找到 VIP 了，台两台。标记中，363 363，两台两台两台，100往下带到雷江化的布拉丁，下一支步兵而已，一支步兵没关系，等我一下，收到，两台，站住，站住，现在不动了，你打得到吗？帮我周边的建筑物帮我肃清一遍，大概50公尺左右的范围内就好。我最远好像只打到300，他刻度只写到300，376，376，好，试试看。清空，等一下我看不太见他。你站我位置，站我位置跟你换。啊，保护者 Darren， 你到 Bra 点要多久？清空，3、2、1 ，Go。Bra 点，等我一下。头低，头蹲低，蹲低，蹲低，蹲低。好像没有中，好像没有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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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位置，换位置。Bra 点现在在哪里？看到？ARN 点。OK， 同一个位置，再一发。这一支绿组，这一支绿组叫雷友，收到吗？收到。南侧地图有一个 STK2 的位置，有敌方的史崔克，我们在跟他交战中。目前机会一辆，还有第二辆。他动了。向右移一点点，他稍微前面一点的位置，你射一发。你要不要倒车一点？反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了。不然我们转移位置，我们转移到前面那栋建筑物。那个要来吗？雷江豆腐。你现在看到你的南面大概右转向大概10度左右，会看到一辆那个史崔克的爆炸厂牌，旁边还有另外一辆。OK， 走，我们换位置，走。我在鱼肉，太好了，可以就算。刚刚那一发精准命中 ，Nice kill。红色烟雾处那边，走后门，这里论观测手的重要性。哦，我自己打的话不知道打几。等他开炮，这边走这里。这里 ，Kevin， 你还活着吗？这里。看有没有后门吧。这是单独的那个夹车在我们。动不动被敌人战车击毁了。我去。微软，你叫多久？这是友军呢。你准备要离开太远呢。Maker 的位置。我们在地图上标红色，我们在弄房子里。对，对。男主状况如何？Maker 是火箭。我卡住了。后面这边，这里。我回来了，来吧。Maker 是。火箭吗？另外一组的，应该是有。这是蓝光回报，在西南侧。头蹲低，一样头先蹲低。西南侧，应该看应该有台布莱德。这是 Darren， 头蹲低，然后 RPG 先掏出来。没关系，反正你先来就对了，我们挡不了多久，请快点。我们接到布莱德的过去，你们那边了。不要布莱德，要跟你在一起比较到这里啊。后退，先不要。了解绿组状况。这一支绿组回报，我们现在在 Echo 3的位置，在观察有没有其他车辆，随时可以准备撤退。跟着这个布莱德。哎，你要怎么开？对，你没有人，到枪来的，立刻让。你有 OB， 你有那个吗？枪有那个队人的吗？你有队人的弹种吗？我没有弹高爆。好，没问题。大姐，给我一分钟，有小队员在比较远的位置。OK， 走吧，走吧。这个绿组赶快走，来，赶快走。其他人下楼。这个绿组超多，单位走。等一下会延线。Waypoint Alpha, Waypoint Bravo 一直累推，直到这里点。我会带头布莱德雷二层。没关系，卡到，回去再包。豆腐，帮我上指挥官。下楼的人，帮我立刻上那个这里 BNB， 没有，帮我上 BNB。加速。上上上哦，我上去。
见你。好 ，Go Go Go。不要雷战，要多久？我们要走了。再给我十秒，十秒来了，我们在房子旁边。十秒钟，快到了。注意一下甲车，我们会从你们炮口前面经过。打烂的。刚刚看塔米好像被电炮击中。Go Go Go！ 这好像是电炮。要带上车衣好不好？上车了，上车了，上车了，地图上车了。啊，等一下。哎，上完我也需要医疗，地图需要医疗。啊！地图过来这里。我地图啊，地图啊，这里在。炮火在正前面。过来的人怎么没有 AP？ 三分啊。我们是单独可以走了。啊，你不是指挥官吗？你按查理，我们有用弹发射器应该可以。然后我们是顺身冒烟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顺身冒烟。在那边快追我，快追击我，快追击我！看看是不是追击我？两条。快跑，快跑！不要看后面，快跑！对，你的意思。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导演后。我们先动，然后我就动，然后就连着往回滚，走到，可以往阿尔法移动，可以往阿尔法移动。那边 B A 万豪，在海上，就在那。可以往东南面 W B A 万移动。然后刚刚先把最后一发填充完。等一下 ，WPA1 在哪里 ？WPA1 点名那个叫到的，再回应一下蓝光。他打 Kevin 过来这里，没有。Kevin 叫你先回报。对，不清楚。那你后面，你不收到？这个 WPA1 在东北边呢。把 HP 机带走。菲菲，哎，收到。张明，收到。向，到。卡车，不要叫雷将打，让你不必带头在微观圈里。走，跟我来。这次女仆叫雷，再重新问一次往哪个方向跑？往威凤 Alpha One， 往威凤 Alpha One 集合。这是雷将，我们沿着威凤 Alpha One、威凤 Bravo 跟威凤 Charlie 移动到威凤 Charlie 进行掩体挖掘吗？哎，没错。Go go。第一个烟雾弹嘛，有军有军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，你们西南这块是敌人，然后两台一台是追，一台过来。走了，哎，可以捡个花球手。Kevin 跟我来。哎，这自言不要打。人工自己。西南面敌人接近，有布莱德利。蓝光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还在，我还在。那个，哎，徐进场受伤，他可以用快射轮战车 ，Darren 上 BNB 那个 Bradley， 然后再上 Kevin RPG 掏出来，我们上 BNB。西南哦，掏了，掏了。先不用，先走了，先回去。有拉豆腐，帮我上炮手。蓝光，赶快上驾驶。驾驶够上炮手，我上最快。那个拜德嘞，你先待着，等那个 VIP。我打车了。绿组在三秒。有了，绿组上车。三组上车了，可以出发。组都上车了。开车，我们布莱德雷带头一起前车。哎，上啊，绿组跟蓝光需要医疗。到。可以帮我报一下。
开始那个编辑。你们位置还坐得下吗？像你现在在处理谁？处理的。对，你们那边还坐得下吗？再见。这车子跟火车一样，还修得好啊？可以，还坐下。好，我需要你现在立刻赶快离开那边。哎，那个炮前方的要不要重新换个位置啊？你挡到炮口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下车再重上一次。消失来我的。他们是说还活着。降一降，降一降会挡到。啊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不知道他们 VIP 不是已经搭上布莱德了？没有，刚刚布莱德也被跟我们一样啊。对啊，我们两边都火烧，然后我们就说没有问题，就有人上车。然后我看布莱德嘞已经上车，在路上待命。对啊，我看他已经在待命了，没问题。对啊。哎，那个烟是布莱德嘞，他是走出来。哪个？山上有个黑烟啊。你来看我。我知道 Darren 他不会 ，Darren 不会看地图啊。Darren 跟陆军 ，Darren 跟那个那个 US 那个 Armed Force 里面不是各种那个军官不会看地图的。我真的觉得是他，因为我看到 Darren 你们是不是 Darren 你们现在在哪里？你们是不是开错路了？不，我们在 FP 二，然后人质现在。你们没有去 FP 二，我要让你们往 Waypoint 撤离。我是紫色那条路，但人质还在啊，我们其实就人质啊。啊，人质在哪里？FP2 啊？为什么人质会在 FP2？ 我怎么知道？我不，因为刚才我们在遭遇那个安南号武器命中的时候，我们紧急带人质撤离，我们短暂失散。现在那个重聚之后，我们会将那个人质带到时间地点。完毕。FP2 在哪里？哦，就是刚刚那烧起来，他们把人质往 FP2 带。对。我操！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们被打了，相对安全的理解。没有吧？他们刚刚是在 bra 的位置被揍，然后他们 WP 二右转就是掩体啊。他可能不想待城区吧。对。对啊，因为他们可能判断那一条是防线，是交火处，所以他们要把它往后带。然后我看到那黑烟在往我们这边靠近，所以我直接走啊。黑烟识别法哦。哎、欸，你这天天不要动，他会看到我们，因为我们烟那边刚。那我们现在还有黑白烟呢。我们比较强啊。还是这台是右耳。那最后他们又开着布莱德雷下来跟我们集合什么？好，算了，你不知道怎么问。哇，他转弯了，他转弯了，他真的是后过来了。对对，他那个黑烟转弯，他越来越大了。我看不到，我们的那个车屁股的黑烟太大了。先转哦，你的视角。对啊，这是等于我们可能要绕一下。我们炮管在冒烟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炮管冒烟。炮管在冒烟，屁股也在冒烟。屌！他们应该会从我们的豆腐下车去撒尿。因为我们刚经过 waypoint 2点，我们会绕开那个，我们会避开战斗区域，然后通往那个撤离点。那我追撤了。在 waypoint 这里集合。先集合好了，我怕在路上被。位置就 OK 了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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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过来，他们过来了。反正这个烟很浓，他们烟不会。这刚刚是谁画的？我看到他们的车了。正义方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可以准备出发了。这够着，你这样还能开火？白白的，就是打中就随缘了。我上面也有两个烟呢、欸，好吧，抽烟起来，到底是怎样？我不带走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两台车都扫去，还是宙斯按到什么魔块？火车魔块？那个豆腐，你那个超越设计的那个，如果可以那个、啊、控那个炮，不行、啊，你要切那个。哦、泡水会不会好一点、啊？你到哪一个怎么切？泡水爆盘，就那个放大缩小，它有个瞄具的可能在泡盘。哦、它
他不可能会强制把你往上打。好，我了解了。不然想说你走岸边，你就不会被往城区赶的敌人看到。哦，我们这个烟，哎、欸，你们看见那有人在打我们，他能防我？教我们。谁刚刚有教我？Holy shit！ 现在306防我。好棒！东西没摧毁，根本打不到你。我们离那个……我看到了三一八方位，三一八方位有左四车。黑烟、白烟跟灰烟是我们的烟，我还有一个机。哇，你无敌了，你三烟。三节奏。你、欸欸、那个不是都会用那个发烟车吗？然后去遮挡战略目标和机枪。现在只扎上面的步兵一个人点燃。对了，下车上港口有燃烧弹就烧车，没有燃烧弹就放走。我有燃烧弹、啊，这边把车上的东西拿一拿。对对对，冲上去。豆腐。哎，小队下车，小队下车，车上东西记得吃。啊，这么早？交五，记得赶快拿一拿，我们要准备烧车了。你有敌人啊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烟太浓，我看不到。有啦，呼叫 Darren， 那个人质留在原地，然后带你的人往前推，推到底。然后呼叫雷将往南边，就是走南边。他把车炸掉了。中间道路清。等所有人离开，再把车炸掉。BMP 可以开。直升机的声音南侧。我会驾驶哦。前方什么？我。那个人是有军。他炮手不是扣损吗？是。有需要上架子，没有话就在直升机，有去直升机。在南面，那个围栏处往西面推。可以走了。我需要你炮手对西边，然后够那个豆腐敲一下车身。你不要在 AZ 方位来。这里啊。我刚刚本来想说叫你用 RPG 射那东西，那个货柜会不会掉下来？好像没办法。是吧？还是说我们打打看？没有用啦，那个它是固定按键。可是我如果有写脚本的话，我应该可以。脚本哦，对了，你有装那个可以控制地图的模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控制地图啊，控制脚本。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对他进行动作。这我不知道自己是哪个，只有两队，不好意思，命令更改，回到东边沙滩上，我们在我们回家的地方到了。Kevin 回来。小队收队，我们往东里回去，我们往东回去，然后我们的飞机到了。对，这样小队站在撤退中。对，德瑞，豆腐你下车了吗？小队来撤退。哦，我下车了，我在比发。爆了！敲到了。挂了。哇！那个 Kevin 往北边，往北边，小心他们从北边来。烧掉了。没想到这突然变那么安静。哎、欸，我们比发坏掉了。Kevin 往东北，往东北。我在这，离他远一点。OK。桥下。兔子，你要把他拉远。敌人正东侧，正东侧，正东侧出现敌人。嘿嘿嘿，为什么？可在上人线，你交火接敌。距离437，石头后方。所以你要我打的意思吗？我来打了，我有枪。Darren， 帮我带人质先上去。你说500哦，好的。400，七十。该瞄准的是石头。
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撤退，撤退，撤退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最后一班的撤回。那鲁拉，我们二队是上级了，虽然上级，不掩护了。好，队友还在，你们就丢两炸弹。超人队友的还在车上吗？你们在我后面，基本上开，基本上开。直升机塞不下。直升机满载，直升机满载。起飞，起飞，起飞。天，你看完成。其他人上不了飞机的，先往南边。加油，我相信你们游得过去。我帮你们动，好像不太行。不是，我是这边转回去用护舰支援一下。豆腐，你在朝自己人射击吗？不行，这边有布莱德队，你要确定。我操，好回家。哎，往西边赶。还有布莱德队啊。那我们就他们驾驶都是。驾驶鞋是兔子，把兔子兔子赶回头，我们就赶回头。兔子不知道后面叫他拐汽车。OK， 等一下，兔子该不会是不要留证据吧？哎，刘拉，我们在港口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降落点。了解，我们等一下再拉第二架直升机过来接你。啊，肚子该杀死的了吧？我们不能让他们那个活着。来西斯，来说什么意思？怎么活着？我只是随便接一句话，对。但我如果这一架 AK， 我们往东方堡垒飞啊！东方堡垒，我有东方的堡垒。该死死的了吧？海上来车哎、欸！海上怎么一台车？让你开回家的。好像吊上要吊了。我们怎么又往回开了？我们要去吊人上来。好像是你们上车然后掉，他们上车然后掉走。用 CUP 发掉很可惜，如果 CUP 没有拔，我们就可以用那个，也可以塞一台野牛气垫船，用野牛气垫船。那个谁，兔子那台我记得只能坐三个人哎、欸，这台只能坐三个是不是？对，只能坐三个。我现在过去制裁他们。虾兵，他说是要让构思他们自相残杀，剩三个人才能上来，是最帅的那个上来。看豆腐六十杀，傻小，应该是装甲。